欢他们的话呢，可以追踪哦。明天礼拜二呢，他们在台江文化中心户外广场有精彩的演出。那么11号呢，礼拜五又回到了我们的主场，12号呢，在归仁的仁寿宫哦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所有的朋友们，恁的破声爱更加大声哦。